刀。欢迎收看《完全娱乐》了，耶！今天新闻沸沸扬扬，都在讨论金钟奖。现在我们手上有一个非常热腾腾出炉的名单了，就网友帮我们整理。因为我觉得今天不管是就是新闻啊，或者是节目，或者是戏剧的单位，我觉得都在恭喜这一件事情。嗯，而且金钟奖也是由三立主办，对不对？所以就是之后也会都可以在三立啊，或是玩娱，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相关金钟的部分。没错，所以一定要 follow， 持续追踪下去哦。对，因为那个我觉得今天金钟，我觉得好像光节目奖、综艺节目奖就很广泛，对啊，就是每一个类型都有。蛮广泛的，重点是刚刚那个 VCR 里面也有益智级实境节目奖，对啊，综艺玩很大，他们还才刚就是进行瑞士的那个四周年的旅行而已，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因为毕竟我也是有去参加他们的节目。然后我觉得就可以看到，就是红队他们真的是非常努力在经营这个游戏，真的是非常非常拼命，没错。然后还有那个他们就是进那个之前就有讨论，就是他们要办那个小队长的 PK，然后就是最近才公布是由小鬼黄鸿升，然后担任他们的小队长，新任的小队长。对啊，这超公，因为我记得，因为小鬼就是也很好像很久没有主持了。嗯，真的，而且小鬼本身其实他也是一个很搞笑、很幽默的人，而且他很会玩游戏。对，他很会玩游戏王，因为他也是就是综艺玩很大，算是也是常客，所以我觉得应该大家也有看到就是鬼哥的一些努力跟他的主持的精神。嗯，所以我觉得应该会帮综艺玩很大更加分。没错，会变得更强。那除了节目，还有戏剧，跟我们比较相关的。白热化，我觉得非常可怕哎。对啊，我觉得超开心是就是好像那个我的男孩跟翻墙的记忆就是都有入围。嗯，然后本人也有就是一个小客串啦，反小客串。难怪小时候你怎么特别这样子讲哇？因为我觉得有参与在那个这两个剧组里面，就可以看到我就是真的很希望他们可以入围，然后被看到。嗯，对，感觉不一样啊，就是自己身处在内的感觉不一样。而且今天就不止就是我的男孩跟翻墙记，包括那个花甲男孩转大人，跟那个麻醉风暴二是完全是激战状态，他们都是入围。四组等于说他们入围的奖项都非常雷同，基本上他们该入围都入围。是，对，而且是都包括那个客家剧场那个台北歌手，哇，也是十一个，对。所以我觉得都不要小看每一个语言或者是每一个戏剧，不管是迷你剧集或者是每个戏剧种类，是，没错。对，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那你自己对于金钟的这整个的看法，你觉得怎么样？就我觉得这一次然后你都没有聊，然后我一直被你没有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这一次其实就是入围最多的那个戏剧是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二嘛。哦，对，那我觉得这个他们本来这一部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强势的片。哦，对，因为他们一的那个入围金钟的也很强，那个时候爆炸一的时候，那时候等于是说这个戏就开出红盘嘛，就是爆出来。那其实他这个第二季开出这样的东西，其实我也是不意外，因为他等于是他入围了12项是最多的。对啊，而且里面就是也有，因为我有刚跟那个巫建和合作，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因为要跟他合作，我就去看那个爆炸一跟二，你完全可以看到。那一的，对，就是我觉得巫建和的眼神，因为他这次也有入围那个迷你的那个男主，所以我就觉得他，因为他的眼神就是会讲话，然后你就看到他本人，然后再跟他聊一些戏剧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有内容的人，然后就包括他现在有就包括啊，不好意思，聊一些比较平常他很没内容，是不是？不是，就是会觉得，因为他真的是他也是神话一哥，然后我就想说，对，我就想要死定了。我也是有跟他合作过。哦，对呀。很酷啊，所以你就会觉得死定，我就觉得天，我跟他合作，我一定跟他没话聊。结果呢？就真的没话聊。你刚刚不是说你们聊戏的东西？对，就会觉得他还是很愿意聊，因为本来怕他觉得我可能很吵或什么的，但他就是真的有点吵啊。对，他可能也蛮喜欢这种吵的节奏。哦，对，他就一个安静的要配一个吵的嘛。对，好，刚好，没错。好，其实我们这次的男主角奖也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哦，是，包括那个卢广仲。那个花甲的嘛，然后莫子仪，还有李国毅，然后黄建伟以及张轩瑞，我的男孩。而且我那个时候就是一公布，我想说，
到底要不要密章宣润？因为我很怕我的讯息就是内容被洗版，想说可能会被忽略，这样可能像嗓铃上次的状况被忽略，被洗掉了。但我就想说，不行，该恭喜还是要恭喜。然后他就是，我觉得恭喜，然后什么很棒，就是讲了一下话，然后他就会有一些比较那个情绪字的用词，情绪字。所以我可以觉得他很激动，他说谢谢，然后耶，这样耶，这样很情绪的用词，我可以就是可以感觉到他用这样的发泄，然后表达他真的很开心，这样。他真的很好对啊，所以我觉得好像今天有一个桥段。就是我们要 call 给张轩瑞啊！真的，我们现在 call 得到他吗？他会接我们电话吗？他现在会接吗？哦，只是入围，所以先一定要接好不好？入围而已，不要这样。因为这个轩瑞好像也有在忙他的那个贺岁的那个电影，对不对？新电影，直接来打，直接打，好，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不接你电话，不接，我们打到他接为止。哎，已经接了，对不对？有了有了，但是没有。我是插进去了吗？怎么了？为什么？哦，装这种酷壳，对不对？壳啊，防摔是不是？这是防摔吗？有。哇，张轩瑞。Hello， 你好，我们是完全娱乐。Hello， 你好，我是张轩瑞。你要不要跟宇宙聊一下？你们怎么好像有点小声？轩瑞，最大了。喂。嗨，恭喜你。对，恭喜你。谢谢。你现在心情怎么样？我现在心情感觉回归平静。表示你是已经那个澎湃过了，对，经历一番风波之后，就已经对经过一番激动亢奋，前面激动亢奋了很久，然后现在累了这样子，对，现在就是很安静的。你有哭吗？有啊，一定哭啊，哭疯。那你有接收那个，就是大家应该很多剧组都来恭喜你，对不对？对啊，就很多朋友都有恭喜，就男孩的大家这样子，很开心而且我会follow他的情绪，就是前面可能有在尖叫什么，现在累了这样子，前面太激动。你是不是收到很多祝福？对啊，对啊。有谁啊？有谁？有没有很多人让你感觉比较特别的，或者是内容比较特别的？就很多前辈都有来祝福，就是很感动啊，就会觉得这一切都值得。有吧，心如姐应该。心如姐是一定有吧？有啊，一定有啊，当然。那你有收到我祝福？林思雨也有啊 ，Amy 也有啊。那你为什么用情绪性的字眼回我？我觉得他说到情绪的可能是就是比较纠结一点，想要骂你，可是他又很兴奋，因为入围了这样。我有用情绪字眼讲吗？你有，你回去翻，很情，可是我可以感觉你非常的，那是一个兴奋的用词，对吧？对啊。OK， 那 B 团没有，那个是敷衍的用词。OK， 谢谢。那你有收到 B 团的团长的大家的祝福 ？B 团团长都有，对，好啦，他们都有。所以伟健有祝福你就对了。有啊。好，因为我们现在在 live， 我想说就是要不要也跟大家说一下话，因为粉丝也都非常关心你的状况，什么感想什么的。就真的很感谢评审的肯定，这是一定的。然后。最要感谢的还是就是心如姐、玉婷姐、俊平姐他们，就是所有男孩的大家，因为对我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安庆威，就没有，这是我真的很想告诉他们。对，因为还有福君导演，都是他们一起帮我建立安庆威这个角色。对啊，完玉的大家也要哭了啦。对啊。我知道啊，因为也许王宇是有陪伴你在，王宇都是有一直陪着我的，我都知道啊。有啦，他们就想说没关系，都不用先感谢。真婷姐、雅琪姐、建堂、小易，然后君恩，默默娟，有娟姐啊，有君恩，有君恩，很谢。好，他在等最后一个名字出来。谁？
没事没事。哎、欸，怎么在电话这个 flow 也是很烦、啊。好啦好啦，是干什么？好，谢谢，因为我好，我们就先预祝你得奖，好不好？对啊，没有没有，我能跟他们入围已经很好了，我就可以啦，可以，要对自己有自信，可以啦，要有自信，要有那个入有入围有机会。对啊，好，好好好，不管怎样还是会替你加油啊，嗯。好啦，那你拍、okay. 拍电影加油哦！加油！好，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真的蛮平静的，真的蛮好令人意外啊，这样。然后就是讲着讲着，也快要就是 follow 他的 flow， 然后睡着这样子。对啊，没有，我觉得他应该快睡着，他前面一定是非常激动。对，而且一定就是一直在回讯息啊，然后就是可能谢谢大家对他的祝福这样子。对啊，可能讯息光回讯息就花了三个小时吧，有可能自己尖叫三个小时，回讯息三个小时这样。好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 follow 那个玄瑞，或者是完全娱乐，其实之后呢也都会继续的公布一些金钟奖的内容花絮给大家。没错，好不好？好啦、嗯，今天呢我们也有东西要送给大家。是的，我们要送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黄义如，还有萧秉治以及放牛班的签名牌里的，对，没错，而且我还蛮今天还会送出叶星辰代言的包包哦，对，东京企划，这真的很好哎、欸，对，而且你可以看到叶星辰之、他的代言包其实就是很各式各样，对，各式各样，然后很可爱，多样化，很可爱，然后又色彩缤纷这样子，我是也有收到几个哦，那为什么我没有收到啊？你不适合啦，啊？就女生这样，然后背在这里。你们也太激动了吧！我只是讲求一个心意而已。你们这样子，干嘛？你们自己没有拿到，也要让我不拿到，是不是？你要那个干嘛？没有，你别激动，表示表示没事，星表示星辰知道这个先不适合你、好不 好？希望以后叶星辰那代言别的，对，代言手表、玛莎拉蒂之类的、送我一个好不好 okay, ？OK， 我觉得他也不会送我们。好了，这是要我们今天要送给。要送给这些东西给大家的，然后第一步当然还是设定公开分享我们的直播，是，好不好，然后、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要跟我们待到最后，是的，因为今天我们的来宾呢要唱很多歌曲，然后还有玩又要跟我们一起玩游戏，真的今天来的都是非常有才华的，是，好好，那我们就赶紧来欢迎黄义如带来的不再孤单，哇，欢迎义如，欢迎义如，你好好好听哦，你好你好，哇哇哇！来，这个我们就是先把它拿到旁边去。对，这个麦克风先拔下来。对对对，小心小心。好，这样其实他背着 OK 吗？好像、可以、好像还是把它那个，你要背着吗？这个吉他，我觉得还是拿下来吧。好啊，背着，背着好了。会不会很重？其实不会，还好。好，可能每天在背。那你可以自己做一些音效，噔噔噔噔，对自己讲的时候噔噔噔噔这样子，做一些效果这样。对对对对对，哎，也还不错，临时可以来加一下音效。嗯，可以。好，今天是不是带来你的全创作的专辑？没错，首张专辑，没错，这是我自己在3年的准备，然后有一张这个自己的全创作专辑，都是词曲都是自己写的，这样子。准备了3年哦。对，是。那这样子你这些灵感来自于哪里呢？各式各样哎、欸，其实、对啊，像刚刚唱的这首叫《不再孤单》，那就是我自己比较低潮的时候写的歌，这样。哦。对，所以就是因为自己在低潮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很多努力都没有用，对，然后就会被那种负面情绪包围，然后那个时候就写了这首歌，因为会感觉到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支持我，无论是家人啊，就告诉自己。对对对对，所以就写了这首歌这样子。那其他像是飞人啊，像是白日梦，其实都有一点跳脱以往就是情歌这种的框架，然后就写一些比较好玩的歌。嗯，对，所以里面也有可能比较轻快啦，或是比较有讲感情这件事情的。也有，都有，其实都有。像飞人就是比较轻快一点的歌。对。所以有自己比较喜欢就是擅长的吗？还是觉得哎、好像自己唱情歌还不错，还是觉得轻快的比较擅长？好像是主要是情歌哎、欸，主要是情歌、主要好像是情歌，好像比较擅长一点。但是其实快歌，我觉得可以让我进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我每次我写到快歌，我都会很高兴、很兴奋。哦，就会比较也不一定都要沉溺在那种比较闷、Yes， 终于写到一首不是情歌的，边唱边翻白眼边摇摆的。对对对，有一点。那我没有想到快歌要加舞蹈呢？哇！没有，因为我跳舞实在不行。
哦，没关系，因为我觉得等一下好像也有一位就是跳舞有渐渐进，我觉得真的渐入佳境的，就是未来厉害的人，对厉害的人要来，非常厉害。对，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请他出场。好，我们先聊你的东西。对，因为你也是就是三年前这是在街头表演。对，其实我一直以来在在三年前我一直都在华山。大家有去吗？就是华山文创园区，然后在那边当街头艺人，对，就是在那边做街头表演，所以一直以来唱了蛮久的，因为从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在街头唱歌，有没有想说哪一天真的对真的出了一张实体专辑这样子，十首歌，其实就真的不太有，就一定会梦想有这一天，但是真正实现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样。那我蛮好奇说，当你知道说要真的要做这件事情啊，是真的要做的时候，那你当下的感想是什么？当下的感想其实会有点怕，因为想说，就是以前可能还没有出专辑的时候，都想说啊，就是很多事情留到以后再烦恼就好了。但是现在变成要出专辑了，就会很多事情就怕哪里做的不够好。突然遇到的感觉。对，所以一开始有点害怕，一样是会有点害怕，但是之后慢慢习惯了这样子。对，因为其实好像你就是不止就是出了这张那个全创作专辑，好像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有，对，听说你出道九天，神奇，就当上了五月天演唱会的嘉宾，这还不止当一次，对，不止当一次，上周六当了第二次，对啊，五月天他们就是邀，很高兴他们可以邀请我，紧张有没有？对，会有点错的。你那时候心情怎么样？你在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心情怎么样？相当紧张啊，就是尤其是第一次要去上海的时候，上海站的，对，上海站的时候其实相当紧张，因为那是第一次嘛。然后我之前可能还没有上过超过300人的舞台，但那一次是30000人，我记得直接炸上座，对，就上那么大的舞台，所以会比较紧张。但其实那次反而表现的没有那么紧张，我自己也觉得蛮特别的。对，可能是因为有点距离。可能是因为有点距离，跟观众有点距离，反而可能有时候比较近的时候，反而自己会更近。但是那一次就是真的很震撼，因为是第一次上去，所以还蛮享受的。所以你觉得那一天你的表演就是觉得也给自己应该还 OK， 还 OK， 大概70。就是有七八十，及格以上这样子。那是第一次吗？对，那是第一次。第二次，我第一次想说上去应该就试试看。怎么越来越后退啊？对，你很害怕吗？是，我们是，其实我们两个人是对威压感超过三万。我解释一下，其实我刚刚一直很怕我的吉他会 K 到你。我身手很矫健。真的吗？好吧，好不好？我们 KK 看。你 KK 看。好，没有，其实他是怕他的这个吉他太贵。对，原来是怕。真的，其实那我放好放一下。你先放一下。因为感觉是刚刚一直抱着，然后往后退这样。我一直很怕 K 到人。OK。突然有一种，现在有觉得比较轻的感觉吧？好，就你现在随时都可以跳，结果我还是在往后退。没东西，好，就可以不用紧张。你现在会紧张吗？上完鱼？对啊。是有一点，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上就是直播的。哇，第一次献给我们嘞。对，所以哇，刚刚都还蛮。不会，你刚刚表现得很好，因为王宇就是一给人家很就是随性的感觉，什么你想讲什么就放松就好，了解。对。OK， 现在讲话就还好了啦。哦，因为唱歌的时候是，好像随时都直播的。呵，所以刚刚唱歌有觉得怕，很怕自己失误，知道吗？会，一定会，对啊。但第二次，对啊，因为你知道你第二次站上鸟巢的时候，对，也还是很紧张嘛，不会了。跟第一次其实那个感觉，我觉得是震撼大过紧张。对，真的就是震撼大过紧张，因为有时候就一上去会突然吓到一下这样子，但越来越在上面就越还好，就投入进去了。对，因为平常自己也蛮常表演的嘛，所以我是觉得那一次还好。我觉得是经验值，因为你在可能街头表演过，在华山的时候，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对啊，就是也遇过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都有什么很特别的哪一种，就是可能你在街头表演或现场的时候，然后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就比如说有可能会有怪人来闹场，闹场，比如说喝酒，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刚好之前媒体有问过，就是他，我在准备的时候，他就走过来，然后就抓起麦克风就直接舔，哈，真的舔什么？他舔为什么？就舔麦克风，舔你的麦。他就是对啊，就是说你给我钱我就走这样。
對對對，就是叫叫你不要钱，还是故意要？不，就是要王一如的麦。不是，怪掉，不是，就是很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就是来闹场的，就是有点感觉怪怪的。那、啊、你没有说我也没钱啊？你到底想怎样？没有，那次还蛮幸运，刚好有警察经过，就是大概、oh. 我大概跟他就是啊，不要这样啦，怎么之类的。然后就大概3分钟、4分钟之后就，就、mm-hmm. 警察就可能也是常客了，他、oh. 就说、啊、你不要这边乱，然后就把他带走。那我有点好奇，就是那个麦克风他舔完之后，嗯、我拿好像隔壁就是屈臣氏。哦、就是我就消毒酒买那个对、哦、那种，然后就继续唱这样子。嗯，对啊。對 OK， 我觉得他好像街头，我觉得这个舔的好像比3万人还要猛、欸。就对啊，這樣难怪他3万人之后就都不怕了，之后真的不怕了，都不怕了是不是。对啊。而且会不会其实街头表演？其实最怕就是没人，还是希望有3万人。哦，真的，因为你人在下面，就是当所有人都看着你，然后专注听你唱歌的时候，你反而会被鼓舞、嗯。我觉得有时候会，因为有时候。如果都没人，然后自己又觉得，哎、欸，今天状况不错、嗯，哇，那就会有点失 落。嗯，对，真的。也有过，就是可能自己觉得唱很烂，结果台下很多人。真的，也有这种情况、嗯。就是每次都是不同的经验，对，不同的挑战，不同经验。OK， 我觉得我们今天跟也就是易如聊很多。是。今天有一位好友来助阵，好像就是也要跟你聊更多的感觉。没错、啊。你是偷偷跟我说、嗯，你跟他真的熟吗？我们其实我一直有在听他的歌，然后只是我就是你们第一次见到他是几天前认识，第一次见面，我记得是2-3个礼拜前吧，第一次见到，哎、欸，很新的朋友哦，第一次见到本人，哇哇哇，好，那我们等一下来看刚出炉的朋友，对，刚出炉的朋友，看看来玩语会有什么火花，而且两个都是感觉蛮内向的。对啊，那死定了！啊、等一下南方，南方，好了，不要让他等太久，就好了，我们不要让大家一起再往后退这样子。好了，赶快来欢迎萧秉治，哇，秉治哥！我刚才后面听到你的声音，我们一起去上舞蹈班吧。对，好。等一下，请问秉治，你今天的衣服别有用心，哎、欸，秀出来！哇，秀出来！哇，没事。有看花絮就知道、哦、3年前的衣服、欸、对不对对啊 size 现在怎么样下次可以给我 L 号的吗有点小有点小好那你为什么要穿外套把它遮着不是因为好冷我可以脱下来 今天是真的很冷没关系冷的话你就穿着、欸、我觉得穿着比较帅对啊穿着比较挺穿着比较挺穿着有了哪两对啊我有什么？等一下，我有这一件呢、啊，就是夜市大风的时候啊。好 OK 啊，没关系，没关系，就现场。没关系啊，我都没有了，我也没关系啊。哎、欸，不如今天就让那个遗嘱和那个秉治就在上面。我们来主持。换今天秉治当主持了，因为他有主持人的衣服。对、啊，交给你了，交给你了。等一下那个粉丝会狂掉。好，今天要来聊你们两位，对不对？对。秉治对于那易如的，就是。感觉怎么样？我第一次看到，觉得他很像一个书生，因为很斯文， oh. 感觉整个人是一个散发温暖的人。嗯，那实际上呢？实际上也是，但感觉好像实际上比照片看起来活泼一点。哦、oh. 嗯，照片文青感更重，文静这样子。嗯哼，没有，你帮我仿是不是？我刚刚被那个小白，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哦，好，我们现在要讲这件事吗？好，先讲，因为听说我们今天直播如果破500位的话，会有神秘嘉宾哦。欸、我刚刚在后面一直问说是谁，怎么有人跟你讲？既然是神秘嘉宾，就不会让你知道啊。哦，对、啊。易如知道吗？我真的不知道。好，对，因为会很 amazing、啊、真的很 amazing。我觉得秉治你会，我觉得你会蛮开心的，很感动，我觉得你会感动到，真的很特别，算是个妹啦，是妹哦，是妹哦，是手指是个妹啊，也是才华洋溢的妹。他刚才说根本是周杰伦这样子，你在期待是不同的，对，没有想到妹的部分。OK， 好，我们也聊聊两位这样，因为那都有彼此听过那个有的歌吗？对，有没有最喜欢对方的哪一首呢？我自己最喜欢当然就是好想好想你，这一张专辑，对，因为也蛮难唱的，我觉得，对，就是后面那个高音的部分。哎、你是自己高音会是跟秉治差不多了，还是？其实我不知道哎，我们没比过。对啊，平常实际上不会有这种活动，应该不太可能第一次见面就比高音。我们来比，你只有在玩鱼才会有比高音的环节啦，比舞蹈、比高音之类的。那你那一段怎么唱？就是。
受尾句那种很高音的那边，好想好想，就是使劲的唱。你那边高音是每一次都可以这么高吗？我大部分都是会尽量唱，可是有时候就觉得好像不想那么用力，我想轻松一点。轻松不是放水，嗯哼，对，就是我想松松的唱，我就会不唱那一句。哦，或者是松松唱，反而也有另外一个效果，另外一个味道这样子。那秉志对于那个易如的歌，我选他刚刚那首歌啊，不再孤单，不再孤单。而且我刚刚第一次听到他说的那个故事，然后我就觉得心很有同感。哦，因为也是一起努力，对对对，都有努力过，一起努力，哎，都是三年。因为秉志会时不时的翻一个白眼，哎，对呀，我很怕，我很怕。哎，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就是我每次唱歌或者讲话的时候，我都不小心就翻白眼，其实蛮就试试看吧。我是怕你在镜头不好看，嗯，真翻那边就不会。这样可以吗？没有啦 ，OK， 这样可以。我其实我发现我自己只要一眨眼睛，眼白就会自动跑出来。我是因为你放慢吗？啊、放慢？可能我以后都这样上去。这样也这样有点恐怖，这样有点压迫感、欸。对啊，现在七月这样子，灯一暗也是怪，灯一暗也是怪。好好好，我们还是注意一下那个帅度。好好，注意一下。还是你其实很想要翻完鱼白眼，只是不想。不会不会，就找个理由，然后这样子我就可以使命翻了。OK， 好，因为你们两位有合作过吗？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合作，你说今天是第一次，对，今天第一次，有想说，哎，两位如果合作下来，会想说要尝试什么曲风吗？对，嗯，因为两位都是情歌，因为两位都是词曲都可以这样子，因为觉得婷婷那编曲蛮强，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哪一天如果合作，感觉是想要就是编曲很强的那一种。我觉得我们可以是一个那种就是一如弹吉他，然后我弹钢琴，然后 jam 一首歌这样子。哇塞，就是也是以情歌为主之类的吗？对，我比较温暖的歌啦，对对对。因为我刚刚听那个易如这样讲，我以为他们要唱跳这样子，或是 EDM 炸直接来。哎呦，这个不错哦，我连初阶炸，我连初阶班都还没报名，没关系没关系，我第一次合作差不多炸下去。丁丁也还在初阶班，原来是这样，他在初阶班班长这样子。对对对，我也是初阶班。哎，但你在那个你的新歌演唱会，就是也是跳的蛮好的。不是，我就是其实我忘记一些舞步，但其实我那个。真的不能算舞蹈，就是一些小小的动作配合。你现在有学会什么舞蹈吗？就是一些小 solo 的东西。就如果现在要现场来一段的话，有吗？绝对没有。那一个八拍这样子呢？哇靠，真的太难了。还是我们还要重现？不要逼我！我上次已经在这边跳了这么久了，你们还不知道我的舞蹈程度吗？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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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救命啊！好好。不然我们就想说，如果等一下破五百，好不好？不止神秘嘉宾，两位就舞蹈手，那粉丝就直接往下降。粉丝们赶紧分享，如果你想要看到这奇迹的一刻，在玩鱼只有在玩鱼才会发生。大家尽量不要看这个。想要看婷婷易如就是突破自我的话，好不好？就帮我们分享直播破五百就有机会看到。OK， 好。我们开始已经坐立难安了，对，我们开始慢慢往后退。对对对，而且刚刚还想说，就是哎，明明就是刚刚想说创作是要情歌，就还是要 cue 到动感的歌这样子。那你之前应该也是听过婷婷很多首歌曲，对啊对啊。那快歌呢？快歌的部分，快歌，你是说这张专辑吗？还是说他以前？以前啦，以前当然最有印象就是射手。OK， 希望今天。你会跳射手吗？会跳射手？会跳射手吗？我舞蹈神音超级烂，不然我干嘛弹吉他？好不好？你简单跳射手舞。还是等一下，还是等一下那个啦，不然等一下如果有破五百那个，哎，对啊，如果现在跳一小段射手舞，好啊，可以，这比较容易达成。那现在是多少？好，我们等一下唱歌的时候155这样子。OK， 还差一些，还差一些。差蛮大，没有，我想说就不要讲出这么伤人的数字，但我觉得是有机会，只要快接近，好不好？我们就展现给大家，快接近就展现，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当然当然当然。好，那你们好像就是不止跳舞要带给我们，就是也有两位首次要合作的歌曲，对不对？对，是什么呢？是
我好想好想你。对，秉持的歌，所以你也是首次挑战这样吗？嗯、对，我就想说我们来玩一下这首歌。对对对，他会弹吉他、嗯。对，但我们就是比较临时，就是加进去。你们临时才弄是不是、啊？我们今天第一次碰面、啊，今天刚刚彩排第一次。天啊，好厉害哦！所以我们就试试看这样。好，没有，我们先 say 一下那个， okay, okay, 你是不是也要背着吉他？对 对, 對，我要弹吉他。好好好。对 对。那秉持今天没有、哦，我今天就这样走路过来。OK， 走路来站台一下，这样子。好好好。那这样，易如跟秉持这样合作会紧张吗？嗯，还这样还好，有一个、嗯、还好，有个人一起，刚、啊嗯、对的还蛮，就是大家感觉还蛮 OK 的。OK，, okay, okay 那你应该也是驾轻就熟嘛，因为你的歌曲对不对？对啊，嗯 ，OK 的，又没东西聊了，很废话，很废话。你都知道没东西聊，你还据点我？啊，sorry， 我以后会回去学一下怎么回。不会不会，我也喜欢这种节奏。好，好来了 ，OK， 我们就、okay. 好不好？好。370，这么快、啊？370，等下唱完应该就570了。硬要凑到，好不好？赶紧分享直播破500，好不好？不止歌曲，跳舞也跳给你看。跳舞、欸，还有跳舞。哎、欸，会不会大家不想要那个神秘嘉宾，只想看他们跳舞？对啊，神秘嘉宾不要来，我要看舞蹈。很强哦，很强，你会 amazing 的。对，好，各位蔡依林真的。好，没玩、啊、开玩笑的。他很忙，他很忙。对啊。Okay.好，那我们就欢迎那个易如跟秉持带的，我好想好想你。好，欢迎。哇哇哇！再次见证那个高音，超好听的。然后刚刚那个，因为易如是比较，易如是比较合音吗？对对，我是合音。OK， 因为我觉得又完全呈现不一样的曲风的感觉。对，因为其实这首歌的编曲是以钢琴为主、嗯，所以有吉他加进来，我觉得蛮特别的。Oh, okay, 加了一个，嗯，对啊。好，因为我们刚刚一唱完，天，马上直播人数已经快要破，已经破400，这种是快要破500。我们家 YouTube 已经500了， oh, 已经500了， oh, 所以我觉得是， oh, 好不好？大家可以期待了。OK，OK，、okay okay, 好，我们先宣传、嗯，好不好？我们先来那个。Okay, okay.进行宣传，因为两位好像都有一些签唱会。哇，为什么连板子的 size 都一样大？对啊，所以同一家的，同一个公司，同一家，同一个模组，同一个模组印出来的，就是。对。好，那易如先好了。易如先说、哦。好啊，我的现在最近是一个专辑巡回的签唱会。对，那最近的呢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礼、嗯、拜六是在嘉义，礼拜天是在高雄。那详细的资讯都会在我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上面都会有黄易如，对，欢迎大家帮我点赞、嗯，然后上面都有我的签唱会的资讯。好的，好的，谢谢。那个秉持哦，嗯 oh, 对了，我9月1号礼拜六下午3点在台中，然后9月2号礼拜天我也在高雄。哎、啊欸，你们是会碰到吗？你们是会撞到吗？我觉得有可能、喔，哎呦，有可能会。对 对, 對，你们会不会跑到对方的场子这样？就走上去，对，就这样走上去。OK 的，合作也可以，合作也可以，对，嗯。好，6点在台南，6点，OK。9月8号3点在中立搜狗百货、嗯，所以两位的宣传都已经开始要跑那个中南部了，对不对？是，对、嗯、，OK。所以希望就是粉丝可以多多支持，然后一起到场，然后买专辑，然后听听他们现场的歌声。是的，好，一定要去哦。OK， 好戏要来了，我们先收板板，我们板子先收掉来。到底是谁？吉他我幫你，是徐若瑄，还是蔡依林？好，事不宜迟，我们赶紧来欢迎我们的神秘嘉宾，我们的 Erica 打枪。Erica 什么 ？Erica 打枪。Erica 打枪。Erica 小心小心小心！太好笑了吧？你们不会骑车？等一下，那是 Ubike 不会骑车啊！我刚刚就说是不是军人？你刚刚怀疑？我刚刚等一下就说是不是军？他们说怎么可能？我是 Erica 大家，你是 Erica 大家 ，Who is 军恩 ？OK，Erica、okay, 大家、okay. ，Welcome、欸。是不是不会？而且你还请 Ubike， 你会不会骑？而且你 Ubike 怎么那么脏、啊？太幽默了吧！我是 Ubike 公司。好，okay, 好，嗯。你们现在心情怎么样？心情觉得很开心。你刚刚是不是真的有个 moment 啊？哇！哦，初次见面握个手。哎、欸，你好，你好 ，Erica 大家。初次见面，易如，易如认识他吗？易如认识吗？因为我们也是第一天认识他。对、okay、对。我的第一次也是献给完鱼了。易如，不是易如，请问。
啊，不是卡达加卡达加，已经有特别打扮吗？造型好像有一个蛮特别的感觉。我的出道服，啊，你的出道造型是这样子。对，因为其实我之后也要出专辑了啦，想说今天刚好玩鱼有两位才子来，我就沾点光这样。好，那你等一下还 U 吧，你告诉我们这台 U 吧租了多久？没有，这是我服装的一部分，这不是 U 吧？这不用还吗？对。我刚刚其实很好奇他到底租了多久，因为很贵吧？一逼进去应该是几千块，因为是昨天就开始租在这边了，是不是？嗯，好，有点 boring。Okay. 啊，不重要，不重要。啊，你们合唱歌曲。对，我现在在两个男神旁边有点害啊，三个男神旁边有点害羞。哎，还有我吗？好，那你是不是要先下道具？不用啊，不用，我们就这样。啊，不行，这样叫 Erica 塔加。因为他是我衣服的一部分啦，宣传服。包括他名字的一部分，他叫 Erica。想出这个东西啊。好，那我有一个小要求，我可以跟秉志合唱一首歌吗？可以啊，是个我之前跟 Erica 塔加合唱那首吗？不是，是找那个伤心酒店。当然是 Erica 那一首啊。OK。那你手势会吗？ OK， 应该是可以了。好，那我们期待你们的。我尽量不要唱的比 Erica 好。所以你要在卡达加上面做手势吗？天哪！哎，要手势不行啦，还是我边骑边唱。好，边骑边唱，就在我一个眼前。哎，他希望你离他远一点。还是我载你？这可以做吗？不行啦，会出事啦！太危险，太危险，不要。OK。好，所以你们就在那边唱，我们是要下去的，是不是？没有，因为就是一个清唱的感觉。好，一个氛围，一个氛围就好。歌好吧？有歌，好，有歌。我是认真来的。居然有卡啦！有卡，怎么会有卡啦？你有给他们啊？我的天哪，还要加手势舞，你就尽量，好的。但你要不要先停你的卡达车？好了，先停车啦。架起来。哎，你会停吗？嗯，好。哎，这边它不是你的一部分吗？所以我就，那我裤子只要再离远一点掉。好，准备好了吗？开始了，好啦，好来，那我们欢迎两位带来的，有没有 dancer 老师在前面帮忙？真的爱情，好，来。没哦，好，手势一起看啦，因为你还有手势，要不要复习一下？哦，一如你也会唱这首歌吗？对，我不会唱这首歌，没关系的。可是你是可以在旁边和的吧？或是伴舞，听那个感觉可以啊，可以伴舞。或是我们唱的时候，你在那稍微帮忙和一下，不然你在那骑脚踏车好，骑脚踏车子。而且前面好像有小舞蹈老师可以给你们一些小提示。对，而且你们两个是不是也会跳？要不要一起？我们也是专业的，对，我们也是专业的。怎么样？其实你会弹雷鬼吗？这首歌可以弹雷鬼的吉他，而且只有四个和弦，要不要把它加起来？天哪，现在了！你可以现场，你先听听看，就是慢慢后面跟进来。我们节目真的要爆金钟，好，所以是也有音乐，然后那个艺如也加进来吗？天哪，这一段很精彩，真的精彩。然后还有一些舞蹈的手势，好，忘记了。好，那都会不会自己忘记？那都会不会自己忘记？好 ，OK。哎，你们两个要在前面跟，你去旁边跟他一起跳啦。没有人会带到我们，没有人会看我们，他们就要看你们三个。那我们自己在默默做，没镜头。对啊。自己那边小小的。录一个浪的，好了。音乐 OK， 好，请下。先让他 feel 一下。先试，先 feel 一下。需要和我的 key 吗？天使见证爱情。吸。哎，从副歌开始哦。只想要在一起，只想要守护你，直到我们都老去。喜欢你，在钟声前约你，在话语下吻你，天使见证的爱情。哇！辛苦秉志了，喂，真的，哎，你很强哎，完全没有被我拉走，对，你完全 keep 住哎，没有，我就是就暂时就是忽略了一旁的，开玩笑的，我把你的声音听进去，没有，等一下，有啦，我很认真听他唱 ，Erica 啦，像你的实力不是这样子的，对啊，就说不能唱比 Erica 好吗？好，打破再次，哇，好啦，那一如刚刚有很辛苦的伴奏，没有没有，我完全没有在伴奏，我刚刚就是太精彩了，第一次听第一次，有被干扰的，有愣住吗？不知道是要那个卡拉恰的 key 还是太精彩，所以我就一边就是刷个节奏，我就再一次，还是你想跟我合唱某一首？不再孤单，但你的歌我还没练，没关系，好吧，一如适时的合音，一起加入好不好？看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好。
好认真，认真。刚卡拉香很认真哦。我觉得，要不然就先清唱就好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当道具太可惜，一定要有人坐在上面。你说那就是卡拉枪，那就是卡拉枪。没有，是还是我这样跟好，你越南风情、哦，这样子感觉不错、哦，我觉得不错。只想要在。就是这种，不然你跟彼此没有，我想说就是可以那种两人坐在上面，好像在河边骑车吹吹风的感觉。好，萧秉治，我们坐上来。好啊，我就坐后面。看你怎么坐。哎，这个后面会不会？对，这样哦，这样子屁股会痛哎。没有假坐。不是不是，你转另外一边了。我坐这里是不是？你坐前面啦。没有，你们就假坐假骑假坐。假坐假骑就好了嘛。好，好不好？因为我们导播也难带。OK 啦。对，之类的之类的。好，有一点意境在里面哦。拍到我们吗？还是要再测一点？好喽，来，我们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来，天使见证的爱情，来，这画面会不会？哇，这画面好青春哦。好。喜欢你，只想要在一起，只想要守护你，直到我们都老去。你在钟声前约你，在话语下吻你，天使见证的爱情。哇！我觉得有易如更好了。有，我觉得易如有 carry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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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你也知道他谢谢人家，对，你也知道，没有，刚刚其实都是他唱的，我没唱这样。你很谦虚哎，给卡塔恰这个机会。卡塔恰有双声道，这样。哎，有啦，说真的，有讲到Eric卡塔恰这个嘉宾，我觉得非常满意，有惊吓，太好笑了。好，那我们就先占约你的小巨蛋了。没问题。卡拉恰，我会再我们再改一下。Okay. 好，那你再先练一下和声再来，好不好？对啊。好啊。等一下，易如，你说对呀、啊，什么意思？欸、没有，是我说的啦。易如和的吗？干嘛学易如讲话？没有。哦，真的假的？不，因为我刚一直以为是易如和的。刚高音女生的部分是我啦。OK，OK，OK，、okay, okay, okay, 好。很好听，很好听。谢谢两位，那我就先走了。好，没关系，好，因为你们还要好好宣传。我们先看，哎、啊欸，你记得要弄小架、啊。你小心。你下得来吗？小心洗啊！等一下，等一下。没有，我们就在这边就好。我们要一起谢谢你们，一起谢谢。好，对对对，好。一起走。对。今天非常谢谢 Eric 卡拉加跟秉治还有易如，大家多多去他们的官网，然后有他们的详细的资讯，然后支持他们的签唱会哦。好，我们先 news 一下，等一下我放牛班，等我新专，马上来欢迎放牛班带来的最大汉。Hey, what's up? Wow, cowboy! 谢谢谢谢谢谢，好久不见你们哦！一个回老友，回娘家的概念有，但是应该是轻松，应该不会紧张吧？对，其实很紧张，我个人是很紧张，因为我也将近快一年左右，差不多退伍后第一个电视的通告，对，所以其实还蛮紧张，回到自己有点那种感慨的心情，感慨吗？感慨吗？怎么说？感慨，感慨，蛮感动的啊，也怀念啊，怀念，怀念，怀念。因为这也是你跟嘉伟就是退伍后的，算是第一个表演的歌曲，对对对，算是算是，对对对对对。我紧张的点是因为，毕竟放牛班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怕大家会离开直播间，拜托不要离开，不会，不要离开啊，全新的歌，你更是熟悉的面孔啊，而且也不同的曲风，对，为什么要叫放牛班呢？对啊。放牛班，因为当初我们在写这歌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无意间写到这个词，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欸，这个词我觉得很不错，因为其实在学校里面最有想象力，是最有想象力跟最不受规则限制的就是放牛班。哦，那你越突破规则，你就越能达到最高的位置。其实有时候不被限制才是一个最好的事情，可塑性可以高一点的感觉。哦，你们就希望可以朝这个。歌曲或曲风，或是代表你们自己这样子。对，我觉得不管在任何的，不管音乐或者是任何的东西，都没有一个规则。我觉得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比较真实一点的感受。对，我们可以突破它。哦，会更做自己，因为放牛班感觉就是要更，就像你们刚刚说的那个用词。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可能觉得说，喜欢 hip hop 文化或者是 R&B， 好像一定要很敢言还是干嘛？但其实不一定说喜欢这些文化就一定要很有态度或者是叛逆，或者是很这样子，很温和也可以很 hip hop， 对对对，很 chill 也可以很 hip hop， 对自己的感受。嗯，那刚刚带来那一首是
最大汗。对对，是不是蛮符合你们整个的状态？你是说我们很喜欢喝酒是不是？不是，就是哎、欸，你们会创作这样的词曲，一定就是想说会更贴近自己的生活。对、啊、对对对，比较私下生活的创作。对，其实算是一个愿望吧。因为对，想要像最大汉一样，因为在这个大家讨生活都不容易嘛。对，像最大汉一样，每天都可以很放松，然后也可以把事情做好。对对对。欸、这首歌你们创作多久才出来？大概两天吧。两天、哦？没有，因为有时候我必须跟大家讲，写一首歌那个时间其实越快越好，很快的，但是整个后制的过程是很会拖比较长。对，其实歌写的越快，代表越重，因为你有感觉才会写得快、哦。对，不是硬写出来的。不是硬写、欸。阿翔不一定重哦，这是交给大家判断。不是重不重，会硬写出来，感觉感觉越重量的重啊，重量自己会喜欢，自己的感觉会越对。因为你自己唱出来是自己写的歌，然后自己编的曲，就会比较顺一点嘛。对对对对对。那你们里面是谁比较会喝？喝还是喝酒，喝就醉大汗这一件事情比较不容易醉，比较会喝哦。其实也不能说比较会喝，比较敢喝吧。比较敢喝，对对对，我比较敢喝一点，看得出来。对啊，不是，起码被他虐掉了。不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年怡博的变化。没有，因为我算是比较得，因为我们现在很久不见，我们现在没公司嘛，就是我们三个都是合伙人这样，对，所以得出去。跟一些哥姐姐啊，或者同行，也不说应酬，就交朋友。对，一波现在是老板，俗气人，他主外啊，有老板的感觉。有啊，这个钱都是他投的，没有啦，要借钱找他，要赞助，没缴税，哇，好累，烦哎。看一下，看一下。但是都是酒量蛮好的嘛，也不是说酒量好，就是可以敢喝啦。没有没有，完全娱乐的。那个比较对，酒量比较好。其实姐在旁边，拜托，谁喝冷清姐啊？讲到那个，哇，我怕等下有搬，哎，谁搬啤酒来？傍晚六点喝到凌晨四点在追，哎，不要闹，不要闹。王宇是真的蛮会喝的，稍微喝。而且我觉得那个你们来，然后清姐今天也刚好下，因为他们应该都在忙金钟，可见他们有多想你们。对啊，谢谢，真的，其实对我们来说是真的非常谢谢有这个机会，因为毕竟我刚刚就说，因为这是我们都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现在重新开始，然后其实很需要每一个机会，然后其实完全热就是还是会想到我们，真的我觉得永远是我们的一个家。当然，而且那天就是小一哥，因为小一哥敲我们通告嘛，然后小一哥就密我，因为现在我在接洽，然后他就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需要帮忙，然后我就说真的很感动，因为那天晚上我记得11点多吧，然后我就说因为这一阵子没有大家没有联络，因为知道对方忙，然后怕又觉得说好像是不是。你来跟我联络就是需要帮忙，只是因为这样才联络。我们不想让别人误解，不想被别人误会，我们是想要这种陪战什么？对。可我觉得就互相，因为就是你们的歌哈，或者是需要，就是你们自己的新的这样的需要曝光。然后我觉得完全娱乐也是因为非常照顾，就是新人，或者是这是一个家庭的感觉。谢谢。所以我觉得今天看到你们也蛮开心的。说的是怡博哈，我们先怡博的变化真的是就是。对啊，这才是真正的我，有不动可以啦，有放牛班的感觉，那两位身材也都有维持，有他们维持的不错啊，因为也是刚退伍，所以应该蛮精壮的这样子，对 OK， 因为在军中也无聊嘛，努力中也是一直精神中，对，里面是把自己土挖过去，把自己土挖过来这样子 ，OK， 也蛮累的。好，我们今天不止就是歌曲，你们要唱给大家，好像还有默契考验要考你，哦，这个好玩了，还会有挑战哦，我们先来上个道具。因为就是你们的默契，我想应该也没话说吧。对啊，都已经认识7年了，你们自己有自信吗？默契这件事，应该可以吧？好，应该 OK， 因为就是等一下题目呢，谢谢好不好？就是我们念出来，是我们做嘛，对不对？对啊，你们做，你们做，谢谢谢谢。你们做准备受死，而且你们有花，好像做好像没有什么，所以等一下真的就是。直接从后面夯那样子，对对对对对，okay、很棒出击，毫不留情。好，然后 okay. 因为道具我们走一个很可爱的感觉，好不好？就是里面有你们的人的脸，只要我们等一下说出的问题，你们就是对方了，就指那个人。你就这样子吗？对、okay. 对，这样的话，只要谁肚子最大啊，我们就指就这样之类的。对。这样就算是默契通过，就不用被打。对，但只要你们都只有各自不同人，就三个都会打，还是都被打？因为他们已经三个准备好了。对，哇，好，来来来来来来，答案要统一。看你们认同谁 ，OK？ 没问题。好了，来，那我们准备第一题。
OK 吗 ？OK 吗？你们就露面又不会怎样。露面不会怎么样。感觉学姐很想打我啊？为什么你有那么兴奋？他们已经分配好了很久了、啊。学姐刚才走上来的时候说：“来来来来来，感觉是来讨债。”来来来来来。好、啊，好，那我就先问第一题了。好，好，第一题，谁最难搞？一、二、三。最难搞。谁打、欸？那就打。哎、欸，等一下。蛮舒服的、欸。等一下，这里是什么？哎、欸，十五春秋是不是吗？哇，肩颈这边大力一点，大力一点，好不好？有肩膀这个有大力。等一下分歧了是不是？嘉伟分歧，我是投我自己 啊，因为我有时候公司或是音乐上面就是个性很龟毛，比较纠结，对，比较纠结一点，所以我是投我自己。我只自己也是这样想啦。那。一想一想，那好像这样好像弄到我了，我也觉得我自己很龟毛啊。哦，你刚才是自己吗？没有，我刚才就是嘉伟啦，我刚才是指嘉伟，嘉伟确实就是我们过音乐的时候是他那边会就是比较多，譬如说要什么 reverb 要大一点那种，就是音乐他自己技术上面的一些控制啊，比较细心啦，但是会可能再偏一点就会变难搞这样子，對對對對就是技术上面就可能会变到比较主观的想法的时候，对对 对, 對, 對, 對、oh, ，OK OK。好，那这一题就是都打，好不好？对，这一题都打，都打，打完这样就要都打了，一起承担。哦，所以被打这么舒服、哦，那大家知道喽。哎、欸，他们说舒服哦，所以要大力一点，对，所以要大力一点，好不好？声音要出来。好，回答快一点，下意识的。好，来，哦，好，好来，直接一点哦。对 ，OK， 哇，来第二题哦，谁最好色？三二一。哦呦，哎呦，一致。欸是吗？我觉得是怡博哎，因为哎、欸，你是不是想被打，所以特别补了这一句？没有没有，因为我好色，可是怡博是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啊，我都可以，没有我什么样的都可以。我讲最公道啊，好你每次在录音的时候，翔都在录音间看有一些没的片子。没有，录音的时候看，录音的时候看，欸、找灵感吧，太夸张，太夸张，找灵感之类的，没有，没有，没那么夸张，没有夸张，等公厕的时候而已，不是啊，不是，不是啊，没有啦，我没有啦，这一题我觉得其实差不多，他可能多0.12而已、啊，没有，我这样讲好了，为什么我会说怡博、嗯？因为怡博他。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一定滑 IG 嘛，对不对？嗯、他女生的时候，他就会看到这个漂亮；到男生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哎、欸，翔，我觉得这个脸长得很精致，哎，男生也可以。”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操，你不要贴我这么近。”哎、欸，也不错啦，我觉得 OK 啊，算是两边都可以好色。对啊 ，OK 啊 ，OK。好多零点五，反正你们答案不一样，打。还是要算不一样吗？这样算不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就一位。好好好，欸、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哎、欸，等一下，雅琪姐，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疼？你在甩什么鱿鱼啊？你是不是疼想想，你可不可以大力一点？雅琪姐，我好像猫哦。对啊，不要在后面装可爱啦。对啊，撒娇很烦哎、欸。好，好，好了，来第三题，谁最脏乱？一二三。哦，有，可是我必须要讲一下，对，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男人，男生呢，欸、可以随性一点，哎、欸，不随性都不是男生哦，没有，我不能、嗯，因为我觉得你们有时候太强迫症，哎、欸，他哦，他在麦当，他连这个洁癖不是反映在平常整洁，他是连吃饭的时候，嗯、怎么了？什么时候吃饭？比如说我去买一个，比如说好一点的餐厅的外带、嗯，然后包装都很好，嗯，我可能放在地上，然后过了五分钟，我说哎、欸、想来吃饭，他觉得说放在地上不行哦，你懂啊？那没有开过、啊，还好吧？就是这包装碰到地板，尤其是那种一开罐放在地上，因为我有时候都会幻想。啊，那些小灰尘，细菌是那种会跳，会这样跳进去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没办法接受放在地上的思想，是还蛮童话的一种，食物不能像力这样。我觉得食物不能放在地上。还有一个是他吃薯条有没有？他吃薯条，我为什么会说强迫症？这个洁癖会反映在上面。他吃薯条不是都是一包这样子放，他是拿出来先排一排，然后一样长度就先排一起这样，然后再慢慢吃。你这个太夸张，排完都冷掉了吧？我都不知道、啊、我跟你们比都还好，这个帽子一排一排这样放，那还好吧？那就显得你就脏乱，对，然后就有条有理。但我也没有这么脏啦。对啊，可是一博，你去韩国练习舞蹈的时候，回去都不洗澡，然后早上的时候才洗澡、欸，这个有点硬、哦。我们一起住，我们一起住，这有点硬哦。没有，因为我觉得，等一下我没影响到你们，我自己睡一个床。啊、有哎、欸，其实有味道。有屁啦！有，我的汗是香的，好不好？哇，好了、啊，没有我承认是我自己，好不好？我们今天录完这节目，第一个节目，然后就直接解散。不用先问学姐，学姐觉得我味道吗？
你有去啊？哎，学姐笑两声，哈哈。好 ，OK，OK。好像这个默契是 OK， 因为一致是一致。对啊，我觉得是我，我觉得是。好，来，接下来第四题，谁最不能吃苦？一二三。吃苦。哎。打。不一定要分歧啊。哎，这个有点分歧了吧？不是，都是一博。我哎，是吗？就像你是姜伟还是？是，我指中间。欸、你可不感觉像指我？阿弟妈，你想要吃苦就对了啦！不是不是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就是因为我一博好了，一博这样，我有时候找他就是可能运动、健身什么，他就觉得说我不行我不行。有时候我们重量可能假如说八十公斤好了，做卧推八十公斤，然后我觉得他应该给他做九十，他就自己喊停了。哦，这我觉得他可以继续，可是他就不继续。没有，其实我是怕，我是怕，因为。最大的敌人自己嘛，八十公斤已经是我的体重，我会怕自己，懂吗？确定是这样子？是啊 ，OK， 那明天健身。没有啦，我觉得这个吃苦要看不同方面的、啊，对，因为他说比较是健身，对，他说是比较对健身方面。然后嘉伟是因为这个，因为我们去那时候去韩国训练的时候，就是他有默默的。流泪是默默的吗？默默的，对，什么样的一个流泪法？对，然后就觉得说，哎、就是，也是因为觉得很累，然后很对，我就跟他说啊，没事啊，就是其实蛮好玩的，在韩国。哎、欸，所以是反而是想想真的都不会有这种状态。不是我也会有，可是我可能不会比较少，我不会表现出给别人看到。对，当他真的爆发的时候，哇！就是、来，我去拿一下 A P P 的讯息。来一次，也是有，但是就是看谁比较、啊、不同程度，每一个人时期不同啊，对，都会有撑不住的时候。OK， 好，那表示吃苦的程度不一样，所以撑不住这种都那么可怜，就不用打了吧。好了，对了，因为刚刚其实答案算一致的，就一波问加 OK， 是中间。好来，第五题，谁最爱花钱？一二三，哇，一波，这不用讲了、啊。对啊，真的是我。但是我必须帮一博讲一句话，真的，这是真的。真的是我。你知道他很多钱是花在我们两个身上。哦、oh, ，真的。哎、欸，这样等一下，为什么今天越来越奇怪？前面说我男女都这样，然后说不能吃苦。对啊，不能吃苦。没有，我最好色。这个兄弟了，这个我必须讲，这个是因为我们才刚退伍，其实我们的生活费没有到很多，然后其实一博有时候他很贴心，会做一件事，我们就去吃饭什么的，等我们要结账的时候才发现已经结账，他已经结账，然后包括因为我们的作品什么都是我们自己投钱做，对啊，现在，但因为也许我就是刚退伍，我也没有太多的积蓄可以投，积蓄，但其实有很多的钱都是一博，他直接对，然后但是我每次要拿给他，他都不拿，哇塞，没有啦，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方便了呀，方便了。就是你就先，因为你也觉得可以照顾大家。因为我知道对啊，就是有时候大家都会互请，我觉得还好，对吧？好，这也不是说乱花钱，因为毕竟是花在同一边。真的，就是因为大家也在吃饭，还是要吃饭，就对的花费，不是说。但有时候挥霍也有啊，只是要还是只请那种面摊、啊，然后如果是去高级，都有啦，各付各的、啊。当然现在共体时间嘛，是因为这个真的是蛮感动了，我觉得真的是感动在心里这样子。OK，、啊、所以就是这一题是一博，一博，对，好啦，爱花钱。好，来第六题，谁最爱迟到？三二一，迟到就不用讲了、啊，超快，不然他们反应啊，哎、欸，指我啊，我们这个有点犹豫不决，迟到。我啦，就是我、这个我也拿不定主意的。对对对，我有时候很爱摸鱼，就明明就摸鱼。对对，像今天我也迟到，但是不是因为今天下大雨？哎、这也不是借口，反正就是每次没有借口，就是每次出门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提早起床，然后可能就东摸摸西摸摸，就摸摸摸，然后又超过时间。那他们你们两个不会怎样吗？我们因为我们两个有时候自己也、会、啊、也会，但可能频率没那么高，频率没那么高。你最多迟到多久？有一个小时吗？要看嘞、欸，通常工作不会太夸张了。但你们自己的团练的时间？哦，团练的有不到过的、啊，对、哦，直接不到，没有迟到，直接不到，没有啊。因为有时候团练真的，大家的身体还没回复，然后可能又有人，比如说感冒、流行感的那个流感的时候嘛，然后就会说、哦，那今天可不可以真的大家暂停一次，或者是我对？哦，是啊，如果状态不好，团练对，因为没有意义嘛，就是状态不好，你来没对吧、啊？大家也。OK， 好啦，嘉伟就是嘉伟爱迟到。Okay, 来，下一题，谁最幼稚？一二三，一博。哎、欸，怎么今天都是一博？哎、欸欸，等一下，想想也是。等一下你答。哎、欸，你们是累了是不是？为什么就感超小力？蛮舒服的，今天很累。真的蛮舒服的。好像
没有，因为我在思考，我在思考。我觉得今天的题目都有一些模棱两可，就是好像大家都有这样的毛病在。谁醉这样？醉哦，我是头一波啦。对，我觉得我啦，我觉得因为一波他是水座的，他有时候很感性幽默。他们的又是这种啊，就是一波是比较容易就是走心的那一种，对对对，就你一个不小心就会走心，比如说打个电动啊之类，我可能就会走心啊。打电动为什么会走心？我雷嘛，就可能我自己表现得不好，在打电动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讲个几句垃圾话，然后别人就是说，哦，明明就你这样，我就。就是会走心、啊，就是对，就开始那种，人家就觉得哎、欸，没有像男人就是 man 一点，他就是会很 care 他的游戏、啊、某些时候闷闷不乐那种，就也不讲出来，就闷着这样。对， oh, okay. 小孩子事后的，事后了， oh, 好不好？好，这一题是默契是不 OK 的。好，来下一题，直接第十题。第十题，谁最玻璃心？啊，一二三，好像毋庸置疑。还是不一样哎、欸，哎、欸，是不一样吗？啊，我觉得想想哎、欸，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照刚刚道理，应该是一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程度啦，有时候有一个程度。欸、你们好像很舒服、欸，对、欸，真的还蛮舒服的。毕竟他看起来感觉很坚强，但其实他有时候内心还是有一些，就是可能别人看不到的一些领域啊。对，那只有一波看得到。对对对，欸、講所以我越讲越怪。没有啦，就是因为我算辅导长嘛，有时候平常有事情都要跟我讲。对、uh-huh. 那我会觉得可能。对，有一些，比如说工作或生活上的方面，他有、嗯、可能比较玻璃心一点点，对吧？例如什么，就是工作，你们会两位对两位玻璃心吗？对两位，对两位，对，就他们讲了什么，然后你会非常的 care， 哦，就是刚走心嘛，其实还好啦，但是他可能会比较反映在比如说工作上面。对，我不太会别人讲什么，我去玻璃心，是我工作上面了，自己的事情会，对啊，对。Okay. 比较容易，但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强求，那玻璃心没，就是我一直是这样，对，嗯，可能还要一些经历之类，一起彼此在，不会啦 ，OK， 我感觉又要走心，我不敢讲太多，不然讲下去又，我觉得今天这个游戏感觉又更了解你们的感觉，嗯，就是因为之前好像来玩也没有玩过，之前没有玩过这个，没有玩过这个，就是表演，之前那么多人玩起来，应该下月时间太久了，时间太久了，啊也是啦，三个人比较好问，对啊，三个人比较。比较好答，答也比较一致，这样子。三个比较好。OK， 好，我觉得也算是对那个放牛班有更新的认识，因为我觉得好像从里面的就是感觉到你们就是不只是有好玩的部分，然后你们对自己的那种个性要求，现在感觉越来越自在啊。对啊对对、就是什么喝酒或者是什么玻璃心都可以讲出来，没有偶包的感觉，没有可以这么说的。OK，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游戏之余呢，接下来好像你们是不是也有？歌曲要带给我们的，对，我们就是因为很难得可以再回到玩娱乐舞台，所以我们特别改编了一首，改编了一首歌曲，先站起来，改编的歌曲，算是一个时事啦，对对对，最近很红，很红，很火红的时事，所以你们不止就是在创作自己的作品，也会就是对歌曲的或者是改编，对，对，算是啦，算是会就是关心一下，因为最近这个电影很红嘛，哦，哎，是什么歌曲 ？Lydia。哦，经典的老歌。先讲大家有期待完了，对，整完大家，因为昨天才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还在备词中。但我们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努力在努力中。我刚刚看你们是没有，你们刚那一首是没有看词，没有看词，你们是自己对对对背对对，刚刚是自己手位，对，因为这一首对啊。好，那你们要拿着这个向日葵唱 Lady 啊吗？好像应该先情绪不太 OK 吧？这个情绪，这个脸就不太。谢谢。来，我们先帮你先撤这个向日葵 ，Thank you。来来来，好，那我们就欢迎放牛班带来的 Lydia， 谢谢。哇、wow、哇，不同的 Lydia 的感觉，十分帅气。而且因为很也很少人做 Lydia 的，就是像这种 rap 加那个副歌的。因为我们想说最近斗鱼超红的吧，你们应该本身也自己超喜欢，才有那种感觉去做這種歌曲。对，因为以前跟新电影都有在看，嗯、对，然后再当然这个华语的嘻哈最近又很流行 trap，、哦、然后我们那天三个人在一起，就想说，哎、欸，是不是可以把它套进来看看？嗯、想不到。好像有另外一种感觉，是，对啊，哎、欸，那你们这样是创作多久啊？这一首昨天才弄，哎呀，你们真的很强、欸，你们是两天一首，两、啊、天一首，对啊，对，因为昨天就是赶出来吧，因为比较就是现在比较赶一点，这个通告时间接到的時候，好了，小易以后通告早一点，没有，是我们自己这边有点事啊，我们讨论，对，我们讨论，对，讨论，是因为想要就是。
完美的呈现给大家嘛，对不对？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对，因为其实也不止，你们好像之后也不止最大汉会推出，好像还有其他的单曲，对不对？对对对对。因为陆续我们有一些计划要把一些歌曲释出之后汇整成专辑。对，没错。对，然后当然这个最大汉 Ride the Wave 已经在这个各大的线上平台发行，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订阅。放牛班 Cowboys 的 YouTube、Facebook、Instagram， 好不好？ Yeah, 谢谢大家。所以之后那个平台也会陆续，就是你们会推出新的单曲、新的歌，对对对。然后之后有专辑问世，会有专辑，好，非常的期待。存钱中，存钱中，可以了，一会儿再多喝多交赔一点钱就进来了。这样讲，好，我骗大家钱一样。对、啊，下次看到他更不一样了，直接这样大冤。我是玉博，大冤。我真的上一次有，算了，不说。好，私聊，私聊。私聊私聊私聊，对，希望这个真的多多支持你们的作品，因为你们也很努力，想要被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你们。谢谢，对，想让大家在听到我们音乐跟想说的话，对啊，对，在音乐里面这样。是，好，继续支持。然后子弘好像有音乐那个生日会啊，音乐有吗？有音乐这件事吗？没有没有，生日会主要是讲生日会了，生日会，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谢，你们要来吗？20啊，开玩笑，可以，还有九月，九月，九月，九月的还不知道啊，你们想去，你们来啊，直接聊开现场。对啊，其实我是真的希望他们来，因为在那个他们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哎、欸，那一定要让婉瑜来这样子。希望说啊，因为婉瑜那天那时候有那个什么什么，所以，不是改到那一天呢、啊，可是你那天又要干嘛干嘛？好吧，算了，无缘了，没关系。好了，之后再录一些。独家给婉瑜了，这家约私约生日，家常可能就不会在台湾吧？如果要家常哦，啊，带你们飞太红了吧，对不对？走到飞啊！没有，好了，我还是主要要先讲一下内容，好不好？就是我的生日会在9月7号的晚上7点，在 KKTX 和全家会正式开卖，好不好？然后呢，生日会是在9月29。下午2点在大直点华，对，然后因为当天啊，对，所以在 KK Tix 就可以买到 tickets 是吗？马上变主席，你们想要来的话就直接跟我讲，好不好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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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对，在9月7号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还会特别设定说晚上7点你可以吃完饭然后去准时抢票这样。7点。对啊，你票其实这一次限量少哎，不少。是上次的2倍哦，对，是因为真的上次太多人没有来了，然后哦，对，我要走到那边讲一个东西，如果你看到有人卖黄牛票，你千万不要买，真的，跟你讲就好，对对，抵制抵啊，跟你说有人卖黄牛票，对，你也不能说你就是故意这样子，然后对不对？因为上次我看到有情况，就是说有人卖黄牛票，然后卖那个票价大概是4-5倍的票价，哇哇，对，这真的是非常不 OK， 好不好？我宁愿那个就是那个东西那个位置或那个票没有人用，我也不希望说你为了这件事情然后多花4-5倍的价格、被欺骗，对啊，因为只有那个每年的生日都会办一次，然后可能对我是一定会坚持做这件事情，然后坚持跟大家见面，所以如果这一次就算你没有来，但你也不要再多花这个。这么高额的东西，然后去做这件事情，我也不会开心。嗯，就是 follow 时间，准时抢票就有机会来这样。是的。好的，那我们就来公布第二个步骤。第二步骤呢，如果你要得到黄义儒跟小秉志的签名拍立得的话，你只要说出他们今天合唱的歌曲，合唱的歌曲是什么就好。不是他跟 Erica 拉乔，是义儒跟秉志。对，义儒跟秉志。是。那如果呢，你要得到那个放牛班，Yeah, 签名拍立得的话，只要说出他们今天唱的歌曲是什么，新歌的歌名，新歌的歌名。是的，然后呢，第三个是，如果你想要得到叶星辰代言的代言的包包的话，你就只要说出叶星辰在《三明治女孩的逆袭》饰演的是什么角色就可以了。没错，哎，这题真的蛮简单的，这题超简单，其实会不会大家戏散，然后直接也忘记名字？也忘记了，他到底演什么？骆陈凯，名字这样子。好了，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 Cowboys，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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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们可以带更多的歌曲给大家，然后再来玩鱼表演，好，谢谢谢谢玩鱼，期待一博减肥成功，对啊，期待一下吧，期待一博有在举到90好不好？不再是80自己，对，突破自己 ，OK， 好，谢谢 Cowboys， 下礼拜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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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